朋友突然来家里吃饭，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。那么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菜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拿出我的小扳手，要是没有它肯定来不及。无死角的全锅加热，让汤的味道变得更加浓郁。来调个万能料汁，配料都打在屏幕上了，复杂的菜式也能掌握。独特的搅拌设计，让不同的菜品也有不一样的翻炒模式。1个小时搞定的五菜一汤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